这个地方修的倒挺有意思的，这有一张地图。我在哪儿呢？哎，他这个地图竟然没画出来我的位置啊！啊，我在这儿。Here。嗯。火车站离这儿不远了，看来。哎呀，这已经到火车站了 ，Center Station。我只是没有找到那个火车站的具体位置，应该是还要往我的这个左手边走。马上就到12点了，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我的那个是下午3:45的飞机，然后3:05就关舱门，所以我就给2点多左右就给到了。2点左右到呢，就是基本上就可以1点钟就给走啊，因为从这个火车站到机场呢，大概给1个小时。我先去火车站问一下那个车票的问题啊，几点有车，然后协调一下时间，我可能在那边逛一逛。糖。